需要老师帮你看一下，或者批八字等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所谓的大小脸，就是指脸颊左右不对称，骨肉不对称，严重影响着一个人的脸颊的比例大小等。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人，个人的福气运势都不佳，自己的运势也不强，很难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。而且脸颊不对称之人，事业发展也不会顺利，容易为金钱所蒙蔽，称为小人或是恶人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